老师班上旁边有炒锅的那个大碗，老师就是那个，你给我烧呗。你可以到这里，这样从镜子里面，不是，你照我，然后你再给我，从镜子里面可以看到自己。拿下来，头顶不用拿下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看到了吗 ？Hello， hello。Hello， 看到了。看到他们在说话了。在说话。如果他们有什么话，你就告诉我。美美美。美美美啊。美美美。大家好，我是，我标题没改。啊，那。我改标题。没事，你就还是拍一点。欢迎来到 Timo 小厨娘的美味厨房。嗯，你看啊，牛皮。不进来就没有，这里可以玩，到我知道这里可以玩什么，不是是。你们在直播了已经。改个标题，他们说什么吗？在。美美美。全是美美，能不能说点别的？我知道。你不要玩游戏吧？你要玩游戏啊？你不用过去那边去。你不陪他们玩吗？啊，对啊。在这里不要玩。地上地上。地上吗？有地毯。嘟嘟嘟。你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重新开始，假装重新开始。现在呢，我是听我小说的，我本来有一个发箍的，然后今天没有戴，因为那个戴着太傻了。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发箍，戴着就更像美图了。但是我觉得戴着有点蠢蠢，是不是像一个那个婴儿之类的？像个婴儿，像。我觉得傻呢，傻不傻？还好吧。是吗？但像个婴儿。戴不戴嘛？戴不戴这个东西？你说，戴不戴？你会不会哭着嘛？你会哭着？你看见他们，你说什么？你及时告诉我。不会给我说。好看，说好看。好看，真的吗？戴还是不戴？听你们的，毕竟今天是要给你们做饭的。说戴。戴呀。嗯。这真是个女仆了。好吧，那我戴着。带着吧，带着呀，都说带着。带着，带着。然后现在呢，我要来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今天做饭的地点，漂不漂亮？本来这上面还要写的，先写上面。反正还早，本来说四点多的。非常期待，我们来采访一下。请问你的斗鱼 ID 叫什么？
陪伴是最长期的吧？天天看我直播。对。真的吗？粉丝还是十一？才十一呀！这个叫天天看。那你如果今天我做的菜不好吃的话，你还会一直大口的吃吗？那肯定啊！真的？对。你呢？我是年轻的重庆。你在真实的玩游戏是吧？没有没有。那等会儿做菜如果不好吃，你会假装不好吃？不会假装，绝对的。绝对。绝对真实的。我希望呢，等会儿我做的菜好不好吃，你们要最真实的就是表达你们就是第一口的那个品尝的感觉。就如果不好吃就说不好吃，好吃就说好吃，行不行？对，凭良心说话，不要就是给我面子，不要给我粉丝一个面子。好，你们先玩吧，我要去准备食材了。来到了我们的厨房，这里有信号吗？他们没有说卡吧？没有哈，没有没有。还是有点小冷。现在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要做什么？我今天要做什么菜？我今天做的菜呢有青椒肉丝、可乐鸡翅，还有手撕包菜，还有那个清蒸大闸蟹，然后还有番茄炒蛋。我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我说完了是吧？嗯。好，看到没有，今天就要展示我的手艺了，哈哈。行，我们现在第一步呢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刚刚我已经洗了两个番茄了，我现在先把番茄给洗了吧。番茄，对。哎，看到没有，我什么都没准备，这些菜就是买了还没洗，就是要给你们展示最真实的一面，什么都是我来弄的，知道吗？一个人，绝对没有任何的帮手。楠楠也不帮我啊，楠楠在那个长镜嘛，现在拿镜头的就是楠楠，所以你们将看到，所有菜都是我做的哟。先洗洗番茄。番茄，第一步我先把番茄给洗干净，因为我们这里呢，水友来了大概就七八个人，然后所以我们要每盘菜都要炒两个，炒两盘，所以我们准备了很多番茄。怎么他们在说什么呀？大李子要吃多少才回家？哎呀，大李子也是不顾千辛万苦，非要就是从天津过来的。那我今天就尽量的满足各位水友吧，争取把饭菜做得好一点。自己的良心也算过得去。没有什么要求就可以告诉楠楠，楠楠就告诉我。我们来洗一下大葱。今天这个不是黑暗料理，都是正儿八经。正儿八经的料理，我跟你说，美食，并且这是一档美食节目，并不是什么黑暗节目。我做的菜绝对是正儿八经的，不会给你恶搞啊什么的。正给我。这呢是我们的肉丝。先做的，我第一个菜想做的是蒸大闸蟹，要么蒸要么煮，因为大闸蟹现在是捆起来的，给你看一下，来，看到吗？它是活的，好像，貌似是活的，看一下是不是活的，会不会动？哎，没动是不是死了？活的，活的。解开是不是会爬呀？不用解开了呀，解一个吧。你解开看一下是不是活的嘛？对，对对对，那我就在敲什么？没有，今天
不幸，很不巧的是今天就是他这里在施工，好烦。飞机是这样吧？这是对吧？这是荣耀超级火箭，你看上面写的哪里？哦，不专业不专业啊！对啊，开始了是吧？还星光什么？哎呀，我行，那我先不管它。好，然后呢？那我们这里你看，我还准备了这个鸡蛋。当当当当！由于今天我们的就是来的水友特别多嘛，我准备了两大坨鸡蛋。哎呀，怎么破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破了！而且已经碎了一个了，怎么回事？马上打开，那就这。打散吧，等一下打散就行了，它没有流出来就行了，没事。那我们先打蛋，那我要准备一个很大的碗，没事，我来打蛋吧。因为蛋是炒蛋嘛，我们先把这个调味调好。嗯。然后，来看我看我的打蛋技术。几个啦？三个。我想大概如果十个人的话，再怎么一人两个吧。嘿，这个螃蟹还想出来，没门儿。你可以开看一下，它在挣脱。在动。哎，我那个食物有一句有一只有一句大闸蟹的歌怎么唱来着？我不放了。大闸蟹在温泉面红了脸庞，对，大闸蟹在洗手盆红了脸庞。哎，这个要打开的哈，这怎么打开？剪刀有吗？哎呦，手撕开了，徒手撕，这个鸡蛋怎么那么小啊？快全部打了吧，不然好浪费啊。男生不是就是要吃鸡蛋补一下的吗？毕竟我们今天男士多一点。对啊，放心，我的手绝对干净的，我是不会沾到的。打蛋，喂太多了。梨子说吃，他吃的很少的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看一下有几个呀？能拍到我们的主播们一起吗？拍得到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把它搅开，看有没有搅大。就用筷子吧。这个蛋太多了，我们用四只。我放点盐，等一下。哎，这里是不是搅蛋？没有。盐的话，你看他们这里佐料还很齐全，这下面什么都有。找一下盐呢，海盐的话可以吧？
海盐也可以，因为海盐还干净。不许海盐，不要怕，没有毒的。那个什么棒棒是什么？还有大拇指，还有吻，还有鞭炮，还有怂，这太多了。棒棒又是棒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棒棒。好、哦，大梨子送出的那个飞跃火箭、啊、是吧？谢谢，我说对吧？盛典飞跃火箭，九五送的那个巡礼冲锋机。好，爱吃果冻的什么看不到了送没了。哎呀，我赶不赢了我。好，那就飞跃火箭，大理子啊。像什么棒棒就不用管它了。哦。然后那个什么棒棒军送的那个 up 那个。哦，弹一首是吧？哦，那个是吧？哦。你们说我要不要尝一口啊？因为就是这种东西，一般当厨师还不可能是不尝的。还有一个小鸡在哭。弱鸡。哦，弱鸡。我要尝了。你要不要尝一下？来，楠楠。甜呀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嗯，好的。嗯，这个味道差不多了，好，够咸了，也不要太咸。好，这个我们的鸡蛋就弄好了，我们现在先把番茄给切一下。菜板就洗一下吧，我比较爱卫生，没办法。郁金香六六送的巡礼冲锋机，谢谢各位老铁。九五送的巡礼冲锋机，大梨子送的盛典飞跃火箭，谢谢啊！谢谢老铁。这里我就把这个大闸蟹给宰了，先切番茄。等一下就把它弄了。不管，等会儿直接把它放锅里去煮就好。哎，我觉得好可怜的，把它煮。但是没有办法呀，就是那他对呀、啊，是这样，那怎么办呢？是吧？牛肉爱吃面，巡礼冲锋机，谢谢。郁金香六六，你就帮我拿去吧，那就是吧。巡礼冲锋机，谢谢。大梨子六六六，哎，大梨子叫六，大梨子六六六啊。盛典飞跃火箭，一个，谢谢。是这样的吧？是的。嗯嗯，好。哇，我的切法好不好？你看我刀工。哇。我的刀工炸开一朵花干嘛？真的是一朵花，还可以。刚出来的时候，我真的看到是一朵花的。是吧？是一朵花的。对对对对。嗯，好的，这朵花就摆在旁边，完全没有切碎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平常不做饭的人，他一切他就炸。牛肉爱吃面，巡礼冲锋机，谢谢王炸小姐姐，巡礼冲锋机，谢谢。是的吧？谢谢各位老铁，是的。嗯。那个大闸蟹，它那个嘴巴一直在那个吐泡泡。那是。他在吃东西还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他就听到那个声音就。大闸蟹。嗯。真的真的。等会儿百度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好像大闸蟹吐泡泡，是因为什么？饿了。王炸小姐姐，巡礼冲锋机，谢谢。小姐姐、啊。王炸小姐姐，是的。来展示一下，这是我做的番茄哦。嗯，我切的番茄。哦，我觉得其实切四个就够了。好。要不了多少的呀？对，要不了多少。嗯。主要要蛋多一点，然后什么星星，好多星星啊，一个吻，一个大拇指，哎，念不过来了，棒棒，鸡在哭，棒棒，棒棒又棒棒又，哎呀，这个搞不赢的。哎呀，棒棒多，棒棒多。又是一朵花。那还有一朵花呀？怎么可能会有花？我说你。哦。是吧？我以为里有一朵花。对。好，最后一个番茄了。又是小鸡在哭，还有 up。谢谢大家的台一首。啊，小鸡在哭 up， 对，是吧？还有什么什么呀？我看不懂这个。叫什么？那个敲鼓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，一个黑色的卡片那种。哦，那个就是
年度尊享黑卡。哦，好，还有一个小鸡在打鼓，小鸡又在哭，还有一个 up。对吧？不用现在这么频繁，像在那些小鸡的呼唤，小鸡仔儿不用。那小鸡仔儿棒棒军什么的，让他们歇一歇，让他们毛扫一扫。快按游戏，我要拿个盘子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把番茄给放到盘子里，但是这个盘子呢，对，我们可能要拿两个，因为要做两盘嘛，可能会不够。哎呦，头发有点，怎么办呀？这手又有点脏，又不能摸了手，摸了头发又摸吃的又不好，不卫生。这学友不负责，不是我的那个啥，不是我的性格。不卫生的东西怎么？南派倒斗送的荣耀超级火箭，谢谢。是南派倒斗，你懂吗？哦，后面我看不到啊。啊，那应该是。是吧？是我看不。一个点，对，然后后面就看不到。谢谢阿牛。好，我是我们番茄。番茄炒西红柿。没拍到了。没有。那这个就不要了。给大闸蟹吃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这两盘番茄嘛，先放一边。我去洗个手。哎呀，这个他刚才吓了一跳。哎呦，牛！吓死我了！他这里面有厨房的事情。哎，我一根头发一直含在嘴里哈，刚才。头型还行吗？行的。照个镜子。好，头发没乱吧？没有。你想上来呀？我跟你说没门的哟，兄弟，你等会是等着被煮的，哼！而且你还有好多兄弟已经被绑起来了。当当当当当，嘿嘿。如果他们在说什么什么的话，你也可以告诉我。嗯。有上面有什么问题呀、啊？或者是啥啥啥？有问题吗？对。或者然后马上就开始问问题了，是吧？这些兄弟些，或者想有对我有什么要求啊？有要求吗？有要求吗？然后马上就开始。对菜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。蛋里面要不要加？就是那个大闸蟹的那个。大闸蟹的醋吗？那跟大闸蟹不跟他们关系。就是吃蟹的那个。我现在要先做大闸蟹吗？我先做可以，就是看你。哦，别忙，我先把前续的工作做完。我先把这鸡蛋那个。垃圾给弄，免得这里放不下了。可乐鸡翅呢要洗，然后还要过水。哎，这是干嘛的呀？洗菜的。那个漏那个沥水的那种。可乐鸡翅等会我们先把放上去，还有肉。南派倒斗送的荣耀超级火箭，谢谢、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大家的棒棒，还有谢谢大家的棒棒，对，小鸡在哭，谢谢。那我们要把鸡翅拿出来，鸡蛋就可以往后放一放，不用管它了。呀，没事。鸡翅呢？因为我们也是水友，有很多人嘛，你看我准备的多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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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！哎呦，是要马料吗？还是怎么？对，马料。哦，马料的，先洗一下那个。然后我要还把切点口子出来。哦，不是，哎，不用马料，这个不用马料，就切口子，然后过一遍水。嗯。就要洗一下。开水里面要煮。因为要煮了才好炸，然后煎完，煎了之后再。哎呀，哎，糖醋什么后面看不到。巡礼冲锋火箭，谢谢。啊、哎，巡礼冲锋火箭有这个礼物。巡礼冲锋机。好。哎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把它切一些。哎呀，我今天做的可是真多呀，时间来得及吗？两个小时能做完吗？
我先把它切一点口。这是为了入味是吧？对，为了等会入味儿。你看我是不是很贴心很细心呢？是吧？还是有厨房的经验的哈，不是光吹吹的。你们还不相信我，之前那个锅黑了，做过一次，是因为锅不好。对，确实那个锅不好，是吧？真的，那个粘锅呀，那个怪我吗？一二一九唯爱，那个后面什么我真的看不到。肯定是巡礼冲锋机，飘零的繁华，巡礼冲锋机，豆浆油条加什么也看不到，巡礼冲锋机，那个就真的是看不到的是吧？肯定是唯爱 Timo， 猜都猜得到。是的呀，那头像都还是和你合照。哇，这么有鸡翅、啊！还是这么多耶！我切多少种啊？现在才切了，多少切？那个里面还妈哟！一二一九三盐什么呀？然后巡礼冲锋机，谢谢。哎，我的手都冻僵了。现在一刀切就好了。其实入味啊，也不需要那么入味的，可是不然怕太咸。这个要因菜而异，那这个叫什么？因菜而异吧，并不能切那么入口。听到那个刀声，梨子在外面瑟瑟发抖。别别，就爱听听巡礼冲锋机，谢谢小乖的光巡礼冲锋机，一二一九三言什么巡礼冲锋机。Thank you， 你们想吃是吗？是不是饿了？哦，这么诱人的吗？我做的饭，好吧，我做的菜。哎，我等会来叫一下饭啊，我今天忘了买米，忘了买米，我也是。哦、等会问一下他们没有饭，能光吃菜吗？哈哈哈忘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等会叫个外卖叫个饭就好了。我叫个榨菜，然后那个外卖员说哇你们全是白饭，好神奇哦。哇好冷啊！哎，弄到了，嗯。不是我的手好冷。吓我一跳。没有切到，没有切，放心。糟了，我不认识这个字。不认识的。哎，丢脸呐！一个字都不认识。罗小。文是吧？是吧？罗小敏。哦哦哦啊！不好意思啊。记忆真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巡礼冲锋机，谢谢。吃了没文化的亏。是不是上面一个日，下面一个？哎，对对对对。没办法呀，也年轻人要多读书。吃了没文化的亏呀、啊！哎。学好文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嗯。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。二手经济学家巡礼冲锋机，手法是不是很快？非常娴熟，是吧？对，特别常年混迹厨房的那种。对啊，一看就是好。对。我们要过一遍水了，现在我们快速的过水。哎呦，来，我们要开始加水啦。哎呀，这个体力我回去了，回去要瘦十斤喽。你说大闸蟹怎么样？大闸蟹就大闸蟹活得好好的，你来。大闸蟹还可以哦，还可以先做大闸蟹，一只一只的做吗？不不不，放那个，它有一个那个盘，一只一只放上去。大闸蟹太简单了吧？就直接下锅直接蒸就行了。对，你们想看蒸的还是煮的呀？螃蟹要蒸着吃还是煮着吃呢？你们来说。要不蒸一半煮一半都可以。他说把螃蟹淹死。淹死？哦，不是，螃蟹本来就在水里，他怎么可能淹死？是不是傻呀？一二一九豪弟弟。你看着没做过。的巡礼冲锋机，一二一九土豆泥的巡礼冲锋机。哎呀，没做过饭。谢谢谢谢。大闸蟹越狱了。怎么可能啊？在那乖乖的躺着的。它怎么不动了啊？嗯，还活着活着。嗯，就是这种螃蟹的话，我们专门今天上午去买的，就要吃活的比较好，就比较新鲜嘛，不然死蟹的话没办法吃，是吧？所以呢，
并不是那个不新鲜的东西哦。这里面暖气好冷。喜欢我冷和一儿一酒土豆泥送的巡礼冲锋机，谢谢。嘿嘿，你烧起来，这纸一丢丢到火里去了，吓死了。现在在烧水，然后呢，等水烧的烧开一点了，我们要把那个鸡翅放进去啄一下。吃活的是吧？吃活的还是不敢？全部叫你吃活的，吃活的。你们是不是要给我咬文嚼字？带剧毒的蝎子，巡礼冲锋机，谢谢。95巡礼冲锋机，喜欢我冷巡礼冲锋机。哎，是不是就是我把它这样捉起来，它应该不会咬我。你小心一点，那个。它螃蟹总不可能就是爬到它背上来的呀，是吧？我想尝试一下。哎呦，啪！把它咬我。它在吐泡泡。啊，对啊，它就是一直那样，这样。没有怎么样，没有怎么样。你看它钳子张开了，看到没？哎呀妈呀！吓死我了！你在那故意在那说钳子张开，不然我不怕的。是吧？对啊，不然我不会怕它的。从后边拿，从后边拿怎么拿？没事，不用拿。算了算了，不要跟他那个了。嗯。我看一下这个水。啊，这里好暖和，你冷不冷？不冷呀、啊，烤一下。你穿的比较。手刚切鸡翅呢，那个是冻冰箱里拿出来的，好冷。哎呀，罗小文是吧？敏，巡礼冲锋机。你还得前面加个谢谢吧？你刚把念出来。手伸下去试一下，哎，骚操作是吗？哎，可以烫烫骚操作，我经常这种骚操作的，没办法。哦，过一下这个、啊、这个是吧？哦。现在呢，第二步我们要把鸡翅给放到那个开水里面给过一遍水，把它煮的半生不熟的。你看，就是太有经验了。一看就是老江湖，一看就是老江湖。嗯，然后把它煮的差不多熟了，然后我们等会儿才好煎，那样才入味哦。嗯，这样要把它的那个血水给煮出来，不然的话等会儿煎的时候它会有很多血。今天绝对不粘锅。谢，卡住了，谢谢95的。巡礼冲锋机，还能卡住、哎，卡住了那个一口老痰。哦，我以为说直播间。我说我。比较嫩呢，哈哈哈！今天就教给大家。哎，来一个碗。我们这个青椒肉丝呢，也是要做两层的，所以我们拿两个碗吧，我怕装不下。我们先把肉丝给装到碗里。这是给学友的爱心晚餐哦。1000万那个直播间关注福利哦。好的，这个肉呢已经处理过了，不需要洗它。然后等一下，鸡翅也要给它照顾着，它等会煮熟了。那煮的要黄要黄的了，应该就是差不多。再煮一下，再煮一下。好，然后我要找一下那个生粉，生粉应该也在这下面吧？肯定这个，哎，怎么老卡住了？哎，还有香榨粉。哎，不要乱。应该就是那种生粉，应该是肯定是有的。生粉，料酒，对，最喜欢了。然后生抽，对对对。说今天水友别想跑。今天一个都别想跑。生粉，我们先把它放到肉里。哎，还好我们有两个鸡蛋，我要加蛋清的，那个加了会很嫩。对哈。对
对，就刚刚那一个，那是我的秘诀，我跟你说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看把秘诀就让大家知道了。嗯，对啊，就是因为1219小汤圆的巡礼冲锋机，谢谢，我是螃蟹饶我看不到了，巡礼冲锋机爱着海洋的什么，应该是鸡尾虾是吧，巡礼冲锋机，谢谢。我们现在打两个蛋，就是蛋呢，蛋只要蛋清哦，蛋清放到这里面呢会很嫩的，然后蛋黄呢我们就正好嘛，不是番茄炒蛋。哦，这个手法老江湖是吧对对对对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对对对。你为什么要说我，你看人家打脸了没有啊，就刚好嘛，你看全部都是蛋清。真的吗？是蛋清，是蛋清，是的是的是的。好，好吧，好，可乐鸡翅把捞出来，就是把这个是煮过水的，这样的话呢它等会儿就，哎，好香啊，闻到那种肉的香味了，所以我做的菜不会有毒的，放心吧，现在都可以吃了，已经煮好了都，等会儿只是加味道。谢谢95的巡礼冲锋机，还有好多棒棒、哦、小鸡在哭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这个鸡翅我觉得够他们吃了，他们如果等会儿觉得那些菜不好吃，吃我这一道招牌菜就可以过一过今天一天了，真的，我这个菜做的特别好吃，没有办法。哎，我这淋下去炸下去会不会怎么样啊，哎呀，带着现在就烫死了，这，嗯，这个是吧？嗯。虽然他等会儿也是这样的命运，但是不想他现在就这样。我还得洗一下锅。我已成年爱。爱谁谁飞吗？嗯，不知道。啊、盛典飞跃火箭。谢谢谢谢飞哥的礼物。现在有空来看我做菜呢，哥哥。这什么大水伸手了？你们以前说我不洗锅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什么叫真正的洗锅。看我洗了多干净，我只是过了一遍水，我都要洗了哟。好，现在开始码味道了。我是不是加了蛋清，然后加了生粉，然后我还要加一点，料酒，料酒因为特别的香，它正好去腥。我觉得加了料酒的话，炒出来的青椒肉丝会特别的香，然后再加一点海盐，这个太大了，我觉得这个太大颗了，加酱油，还比较粗的那种可以是吧？加生抽，你加生抽吧，一样的，只不过炒出来颜色可能比较深。拿去。拿去嫖啊，送的巡礼冲锋机，谢谢。骚歪逼，妈的！好，我现在呢，啊，我最喜欢这种捏上去的手感，你懂吗？你不懂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只要做过这种菜，然后这样捏码过这种味道，你们就知道这种感觉很爽，手感很好，滑滑的，嫩嫩的。有人说 Timo 还记得这些水友的 ID 和名字，好棒哦！当然记得了。那有新的呀。嗯，我说了眼熟的，我经常会记得的嘛。这掉了就不要了吧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如果平常是我自己做的话，我会要的，偷偷捡起来再放回碗里。这个的话我也要尝的。我跟你说，做菜的话，生的时候一般厨师他也是会就是，我跟你说啊，会这样的。比如说这是一就是要那个行，这个就丢掉了，那好像有点没有味道，哎，等会儿再加，就这样，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味道就好了，然后等会儿呢在炒青椒肉丝的时候就可以另外再加盐嘛，怎么感觉这边多一点。我是螃蟹就什么看不到了，巡礼冲锋机，来95的那个巡礼冲锋机，我就你，因为后面看不到的。好吧，怎么还说他是那只螃蟹？对，但我是螃蟹救，哎，救救我，是不是？你以为你找救兵就可以救你啊？没门的，我跟你说，他还想爬出来呢。ID 满分，这接 ID 说，没有人可以救你的螃蟹。嗯，
可以可以可以。然后这个肉呢味道也麻了，现在我们要不要来做真正的第一道菜的那个重要部分来了，可乐鸡翅要开始炸了，我紧张了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要把所有东西准备好然后再开始一道一道的做，不然它等会儿太浪费时间了，是吧？嗯，可以。对，我把青椒也切了。哎呀，你们现在看到这些前戏前戏哦，还有一道鲳鱼，谢谢蛋蛋锅的巡礼冲锋机，我忘了，刚看到，我们昨天买的海鲜，这个我要红烧的哦，红烧鲳鱼哦，看不出来吧？我会的菜还蛮多的，还有青椒呢。灭火器就绪，大离子不要这样吧。哎呀，不管，我们现在切青椒。青椒有一个独特的切法，告诉大家就是这样，先把它拍扁，然后呢就好切了，好，然后就开始切它。哎呀，我忘了把它那个籽取出。这个很重要，这一步要把这个抠出来，因为不然它会很辣，而且这个也最好不要吃嘛，你当然想吃也是可以的，这是它的那个籽。冯小一二一九冯小杰的巡礼冲锋机，谢谢谢谢。好，现在开始切，切了我们再洗啊，我怕浪费时间。谢谢九五巡礼冲锋机呀。哇，这个刀子怎么这么的炖是吧？就是有点炖。不过我力气还是蛮大的。哎，刚才我用手撕，我觉得手撕还快一点。青椒肉丝。哎，算了，好像还是切块。他们难道都没有叫我要注意不要切到手吗？嗯，好像。这。嗯。天哪！还以为他们会很贴心，提莫不要切到，只会说叫给你一个凳子。这天哪！过分了，过分了！我在这费劲费神的在做切青椒，还冒着、那个、你们这些人，这下开始了，注意切到手，注意切到手。哇！这么假？这么真实吗？天哪！我真的是醉了。哎呀，气得我眼泪都掉下来。你不知道这个有多辣，这样不要把刀弄坏了，刀弄坏了要赔的，这是租的。哎呀，你以为我想弄坏呀？啊，还不是被你的气出来。手撕青椒，专业专业专业。哎呀，早知道今天应该那个买蘑菇的。小鸡炖蘑菇是吧？对，就把蘑菇给切啊切了，因为他们叫蘑菇，我粉丝团的名字就是蘑菇。我的青椒再切一点，差不多。好。哎呀，哎呦，好累哟、哦！这个切一会儿，看来厨师真的还是一个技术活，厨师不是那么好当的，跟你们说。就天天这个手劲儿就费得很多，很厉害。哎，好多小棒棒和那个吻，小礼物是吧？这个是。对，谢谢大家的吻和小棒棒。那荧光棒，荧光棒。啊、哦，荧光棒。不专业，看吧。怎么可能有吻呢？应该没有吻。吻呐、啊，那个吻。老哥吻。对对对，那个吻。Old brother kiss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哦、好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小鸡打鼓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嗯，那个。小鸡哭。嗯。还有玩是什么呀？玩。鱼丸。哦。鱼丸，鱼丸我很喜欢的。嗯。今天应该买点鱼丸来做。鸡蛋的鱼丸，嗯，这全部是小鸡哭，不要小鸡哭、啊，好乖呀、啊，那个小鸡哭，妈呀，可爱，那个是他们在讽刺我弱鸡，哦，是这样啊，对，哦，哦，谢谢九五的巡礼冲锋机，还有鱼丸，这个是青椒。鲳
鱼的话，那个肚子里面的内脏已经去掉了，我们直接做那个红烧就好了。我觉得红烧不要，我们就做清蒸吧。看得到我的脸吗？我感觉被头发挡住了。嗯，有一点点的人看得到。哎呀，我头顶不要留太多白了。没办法了，因为已经抵住了。啊，抵住。头顶上面没东西了。那就行。掉就是这个效果。啊，切完了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成果，切的青椒，又细又长的青椒丝哦，就是一个大厨的必备的刀工，知道了吗？嗯，好，现在我们要来洗哈。再说青椒多，但是我觉得不多呀，是吧？不多两盘呀，这个要放两盘，而且就炒出来就没了，它会蔫的。而且我有独特的炒青椒肉丝的办法，等会儿你们看着吧，教一下你们。这怎么掉了这么多？因为我们的青椒也是要过水的，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哎呀，好辣！辣到了，这个青椒。来加点水。青椒也要煮一下，这样的话炒青椒肉丝才会有味道。应该放那个，对，说放点 BGM， 我觉得是吧？对，哼两下吧，是。要不把我的那个手机拿进来，再带着。等一下，我要去拿一个那个喷雾。喷雾。那个。对，喷雾还有那个。哦，行，那我就放。哼，看一下你们在说我什么坏话。哎呀，说什么？我都累死了，你们不会再嫌弃我吧？那才3:45，我一个小时都没有用到的。青椒要用水，这是我做的方法。你做的方法不用水，但是我做的就是要用水的，那样会好吃。你不懂这个吗？嗯，这个吗？哎呦，哎，不行，我那个。妈呀，怎么掉下来了？吓一跳。没看到，那我来放点 BGM。你先拿一下吧，我拿个纸擦一下手。谁在骂我？哼！谨言慎行。好辣呀，这个青椒有点呛。来放点歌，等等啊，油炸了，不会的，放个我们不一样吧。BGM想起来了，好，可以了。谢谢海贼王。我们不一样，我做的可乐鸡翅不一样。他如果对焦有点虚的话，也可以点一下我啊。青椒，对。我的青椒肉丝就是不一样的。飞越和脾气，时间转变。
再接点水，因为要慢过现在。好励志，好感人，听着这个歌，做菜。我们不一样。我们不一样，我想一下谁在干嘛。等一下，什么？你卡了吗？不是，感觉摸到有点那个。不要碰镜头。你说我说话了。请问镜头不要碰镜头。这个要过一，等会儿吃起来才会入味的。马上要做可乐鸡翅了，你帮我拿瓶可乐进来吗？不是，做雪碧鸡翅也是可以的。你的眼睛什么意思啊？把你们喷到了吗？好的。好喝，是真的可乐，不是那种整人的酱油什么，怕耽误等别人整我是吧？故意给我一瓶全是酱油的可乐。啊，青椒水差不多了，过一点水就 OK。我们不一样。没有发开播机吧？刚刚还没发，那也行。有可能晚上回去还要直播，晚上再发吧。如果在上班没看到的小伙伴呢？上学的小伙伴，到时候你看录像就可以。你看吧，其实不多的这一盘，是吧？你买书包。那个。怎么了？青椒的味道吗？对对对，嗯，有点哈。来，小心！好，我们现在把锅煮干，要开始炸了。
整理掉我的发型。一个一个的，那有些已经炸那个了，啊、最后一个才放下去。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这样的，一下可能会这个是，紧张的时刻到了。好紧张。谢谢95的巡礼冲锋机。这里面是热腾腾的油哦。大李子说一下进去不会炸。我跟你们说一下，做鸡翅呢，就是一个厨师，一个好的厨师是不会怕锅的，就像一个打篮球的小伙伴，篮球运动员，他是不可能去害怕篮球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怕油，要勇者无畏。119美国什么什么送出的巡礼冲锋机。萌萌萌的小牛，巡礼冲锋机，119繁华，巡礼冲锋机，谢谢。勇者无畏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哎，我不怕了。还是好，还是有说别烫着了。嗯，这么多人就只有一个人说是吗？哎呀，给他卡个黄瓜，卡个黄瓜。谢谢，这个是什么什么呀？盛典飞跃火箭。哎呀，我没文化呀，还取英文名字，我看都看不懂。我认识，你把那个英文字母拼给我。PASSSERBY T 呀、啊、BY 你最开始是什么 P P、嗯、PASS ERBY EREY ERBY 哎呀，明天我听到，对对对，啊
Possible， 是吧？那个弹幕给我教我的，他给我打的帕色白，就是帕色白 possible 是吧？你们教我的呀？不是可能吗？怎么还接不出金童的感觉呀？这下子太多了，要慢慢蒸吗？那就是粘锅了。我们粘锅了又有没有那个东西啊？好了，管不管了，这个酱油也难吃，酱油在这里生吃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已经差不多了，这个差不多煎到要金黄不金黄的了嘛，我们开始下酱油了。主要这个要把它炸的比较香，香不香啊，奶奶？香，是吧？好，它有那些肉味儿。香啊，香吧，是吧？好的，现在呢就是静静的等待，开到最大的火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尝味道。看着就好吃。看着真的。栗子说的是吧？其他人呢？他们看一下啊。没有说什么黑暗料理之类的。有啊，这，哼，这么煞费苦心的在这里做，居然说黑暗。我尝一下味道来。真的香的呀，闻着还是，哎呦，烫。哎呀，不行，这样快了。先尝一下这个味道。梨子说他能吃十个，你吃十个就没了，看着就非常好吃。我感觉有点太甜了，应该再加一点酱油。煮一煮，然后大火关盖，然后把它煮到，先把底下的锅清，有点粘锅，刮一刮一下，我这样刮的话应该没啥。我会把锅给刮破。来，我们先关盖，把它们。大火煮到、收汁儿，知道什么叫收汁儿吧？哎，你们没有做过饭，当然不知道。收汁呢，就是把它这个水煮干，煮干了之后味呢就进去了，就入味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吃美味的可乐鸡翅。你现在要准备其他的，鲳鱼的话洗一下。螃蟹兄弟来了。这是鱼干吗？哈哈。嗯。鲳鱼和螃蟹可以先蒸着。
哎呀，臭臭的，这个肠子。嗯。好多么的细心，抚摸它的每一寸肌肤。谢谢九五送的巡礼冲锋机。谢谢九五。就算是神仙，我不顾一切。就算是真的，是你不会。也许是应该放弃，应该睁开眼。我用我心去看，去感觉。你不是我，又怎能了解？就算是执迷，就让执迷。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，我看不清真伪，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，只是这一次。我洗干净，不然等会儿会有很大的腥味的。这个是不是要把它去一下腥？其实没必要。来看一下可乐机器怎么运行。什么？泡泡咕噜咕噜的，看起来好有食欲。是啊，嗯，我喜欢看这种。啊、咕噜咕噜咕噜。要拿两个大盘子装可乐吃，我觉得三个才够。实力清唱，看吧。天哪，他又问我，塞，对，去了的。嗯，等待。说我应该放弃，应该睁开眼。我用我的心去看，去感觉。你并不是我，又怎能了解？就算是执迷，就让执迷不悔。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，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，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，只是这一次，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。要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感受周围，就算这路，就算是累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。谢谢1219小疯子巡礼冲锋机。上面弄螃蟹，上面弄，蒸一点煮一点的。
喂，我想加一锅。这俩包菜，有点来不来得及弄。照相的，你帮我拿一下广角镜头吧，在外面。广角的是吧？对，这样的话就看得到了。水友，我就是做给水友们吃的呀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给水友做饭啊，这是1000万关注的福利啊。来这样看福利，谢谢小九的无聊超级火箭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要起，要把这个要捞起来，把鸡翅给捞起来。
倒汁儿。所以我们做错了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前置摄像头没有后面的清晰？难道男人是不是清晰一点？其实后面的摄像头要像是高一些。好，谢谢你。还可以吧，看起来可以的吧？啊，好香啊！下去，然后就让油味道一起。你们那种刷没有，没事，就是
想死他。梨子端着盘子跑了。没有，他是那个弹幕在说。扎心了，扎心了。螃蟹哭了，螃蟹，哎，螃蟹，螃蟹，对不起，我实在对不起。没有那个钢刷是吧？这个难道能直接这样再炒吗？那个呢？那个行不行？我肯定没那个软的泡沫，就洗杯子的。那你就煮一个水，它就那个，嗯，煮热一点，然后就，哎，这里啊，这里。煮吗？你把那个也可以一起放上去。好了，我们先让螃蟹煮着，把鱼放下去。哎，先放盘子里，先放盘子里。Thank you.
手小心要烫哦，肯定。不然你先把盘子放进去，对。好好好，其实水是不是要多一点呢、啊、下面煮螃蟹的水。的巡礼冲锋机，现在有点手忙脚乱了，没有当初那么，没有第一道菜那么轻松，后面的菜越来越累。这个肉丝要放到一起，我一起倒下去。这个油烧的差不多了，我们要炒菜了。这个铲子吧。又是要开始榨油了，好。我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喷一下那个。卡了吗？嗯，有，不是，是那个有点。
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放一个。不好弄啊，这个。怎么了？很模糊。歪了，弄不了。你可以从前面，那你看吧，那你如果。不是要这样，等一下啊。看是看得到，但是，远了还是有点花的。现在就是没弄好。可以了吧？可以可以。把我拍到中间就好。我拍给你。我尝菜了。好吃。开始。卡卡，你出去的时候我直接换了。还卡吗？还卡吗？不卡了呀，不卡了，不卡了。不卡了。嗯，不卡了。嗯，又越来越高了，我都觉得有点闷了。还得蒸一口，我得把这个锅再洗一下，还有番茄炒蛋，那就你们也可以天天做饭吃一下，好累哦。
等一下，你为什么不开？开了吗？哎呀，快去了。花我把它拿掉了，拿掉吧，拿掉。好了，蛋的话油多一点比较好吧，是吧？嗯，有那么多，毕竟。在花吗？已经没有广角镜头了呀。不用管他们了，不用管他们。
那边火可以关了。把那个番茄切一下吧，用那个。最后的大闸蟹和鱼肉，它的那
白饭，你那么没有叫吗？那我们就光吃菜吧。不知道他叫没叫。看他那样。那我们就不用，我不吃饭。主要是吃菜。这样嘛，你直接把这个端出去吧，怎么样？行。对，烫不烫？烫不烫？我先把水给小心，小心。烫烫烫，小心。鱼会煮化的吗？要不要弄点料在上面？酱油、香油就行了。不用太多。小心烫手。有好叫的，哎，对对，哇，这真的全手做的，我觉得好厉害。这不是我家，我们是租的一天的那个
轰趴房。对，看一下，怎么样？还可以吗？煮的好吃吗？等会让他们来品尝一下。这楠楠专门邀请的上海水友，专门来品尝我做的菜的哟。什么叫你们敢吃吗？谨言慎行。哎，我累死了，真的做菜好累啊。你来吧，赵武天，我现在找到我们的东西。来个毛啊，来！这是在拍什么？这里是大闸蟹两盘，然后呢都是两盘可乐鸡翅，然后还有番茄鸡蛋，还有我做的这个鲳鱼青椒肉丝。我们摆过去一点吧，这样一边一般挪一下吧，亲，谢谢。这样我们摆成一排，我觉得感觉有点那种，哈哈，看上去就是很高大上那种，你懂吗？是这样放眼过去，哈哈，还蛮好看的。可以可以，哎，我觉得整体是成功的呢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手撕包菜今天就不做了，我实在没有精力了，好累呀、啊、做菜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不是满汉全席？关键是我做的呀，全是我做的。心里滴血，为什么？我等会要看他们品尝的，我不吃的，我是看他们吃。来，大家坐呀，你们都站着干什么？快点，不上镜，不上镜。过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小傅，坐嘛坐，来品尝一下。以身试毒，我跟你们说。来来来，请坐。是时候看一下你们的表演技术了。要最真实的感受啊，不要骗人。请坐请坐请坐，我在这边。好的，满汉全席，看到没有？来，大家坐吧，我是主持人，我是小主持人。
饿死了哈。饿不饿？是不是今天一天没吃东西，专门来吃我做的饭的？两天没吃。哦，就等这一顿是吧？可以。这个是要拍下来吗，李子？这什么好拍的？大闸蟹每个人煮的都一样。奶奶奶。来，我来给他们倒。我毕竟是小厨娘嘛，今天是吧，穿的女仆装呢。来，来来，帮我们找一下镜。我来给他们倒饮料。你们要喝可乐还是雪碧？我你喝可乐还是雪碧？来，可乐。先坐吧，等会儿再。你们干嘛都不说？拍不到你。啊，好的，拍不到你。我很交易。很交易，我很放心。杯子呢？还有人。这个叫七星级服务。给这代码。来。来，小朋友。小朋友，你打过了。来，春卷同学。来，李子同学了，给你倒。感觉像未成年。很焦虑。我们等会儿要喝，再自己倒。对对对。哎呦，好的，来，我们来一个品尝呗。记得扶扶我。来，这位同学。来，我们先尝一下，你想尝哪个菜？青椒肉丝是吗？好大，好大是吧？来尝一下。可以。可以啊，这么单薄的词汇，就是可以啊。不要吧，这个青椒怎么样？有味道吗？有味道，味道刚好。嗯，来说几句，点评一下呗。提莫，厨娘做的怎么样？做得非常好，味道不错，阿姨，这个词真的好僵硬，确实很僵硬哈。那来尝一下这个番茄鸡蛋吧。怎么样？嗯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也可以。也可以，就没有其他的词描述吗？嗯？美味的难以形容，美味的难以形容。好的，来，这位红衣同学，你要露脸吗？不用。那我拍你背后啊，算了，那你就自己吃吧，不管你。那最好了，那最好了。来，这位同学，来，我们品尝一下可乐鸡翅如何？我们要以最真实的感受交给那个传述给大家啊，不要演哦。这个吃的也是挺好，好吃。这味道是什么味道？咸不咸？不咸不咸，甜的。然后呢？甜的。肉蒸好是很嫩的，很嫩是吧？嗯，就是不是那种就是煮的很老的肉。对对对，而且它也不是那种没有煮透的话，它这个肉会粘在那个骨头上。嗯，它正好都是分开来的。入口即化是吧？对对对，入口即化的可乐鸡翅，好，这个评价我很满意，很满意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你刚刚是在干嘛？吐了吗？没有。吓我一跳呢！你别，镜头都还没拿开，你别演得太假了，不然的话，来梨子，你不是说要吃十个可乐鸡翅吗？这个应该是主你想吃什么？好，可乐鸡翅。不演啊，我们不演，我们最真实的感受。来。很好吃。很好吃是吧？而且就是味道很准。味道很准。很准啊。味道很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人做可乐鸡翅，它的味道就很怪，那个酱油放多了呀，可乐没有味儿啊。我的就是正好是吧？可乐一半那个。而且就是。它上面有点焦焦的那个感觉，特别爽。哇，看到没有，就是那种炸过的、煎过的感觉，是吧？就有点炸鸡翅的感觉，然后把它焖好的感觉，不错吧？来尝一下我们的青椒肉丝，是我最喜欢的菜哦。或者青椒一起吃，最好吃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啊。就是白饭是非常。非常完美的，就这白饭非常完美，就是很下饭的一道菜，是吧？就是说一个菜啊，如果就是说炒那种下饭菜，如果可以吃的话，做的不错了哈，就是吧？下饭。好的，那等会儿多吃点啊，李子，不吃饱不准回天津了。春卷你要试一下吗？你想试哪道菜？番茄炒蛋。番茄炒蛋哈，很家常的一道菜。你是哪个手机的响？声音开小一点。嗯。怎么样？好吃。好吃啊。而且不腻。不腻。嗯。
蛮清爽的一个感觉。番茄炒蛋怎么会腻啊？再怎么炒都不会腻吧？那就是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非常好。你觉得吃就完了？吃就完了。好的，那等会儿这一盘不吃完不准走。任务艰巨啊！我们什么没有人尝这个鱼咸鱼呢？什么意思？我这咸鱼是看着很卖相不好吗？你个脸啊！来，这位同学，来要不要尝一下这条咸鱼啊？尝一下，专门加了酱油。嗯，不错。就一个不错。这真不错，真不错是吧？没有人尝大闸蟹吗？这个刺相不太好，这个吃起来刺相不太好。这大闸蟹我辛辛苦苦煮了这么久，你们居然不吃它？这个直播吃不太好。嗯，这样啊。那再吃点鱼吧，大家吃鱼是那个补充营养的，补充蛋白质的，对身体很好的哟。来，大家把鱼给吃完，一人一口嘛 ，Come on！ 吃起来，吃起来。嗯，怎么是逼着你们吃是吧？什么意思？我正好他饿了。嗯，就是。鱼要的不行，要蘸汁儿，自己蘸汤儿。好的好的。不是一定要蘸汁儿。对。就正好就或者一点酱油就正好了，蒸的，而且蒸的是非常的营养，非常健康的。嗯，可以哈。哎呀，我今天做的菜完不完美吧，你们就说一下。完美，那完美，非常完美。哎呀，让我坐下去。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。可以可以。等会我是要全程记录这个盘子全部变光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真的吗？要给他这些盘子，等会一粒都不准，又交给我了，小心工作机啊，一粒都不准剩。剩了的话，大家帮忙人肉一下。我吃了这个。啊？这盘子这个油，后面好累呀。你拿个碗儿。然后他们还给我带了水果，我还给你们看一下，他们还给我带了一些小礼物呢。我觉得很有心哦，是刚刚他们戴的手办，你看这个是简直太真实，完全不像我，有没有？你们看这个手办，你说像不像吧？腿怎么那么短？不过衣服蛮像的，这就是我的头像，他们做的好像是我头像，你们看像我这个斗鱼直播的头像吗？啊，像吗？简直是醉醉的。还有这个，这是他们亲手做的 DIY 的巧克力呢，打开一下，这打不开，封面也是煞费苦心，看到没有，全是火箭，这点小心思被我看破了。那 Timo 我送你好多火箭，然后打不开。好的，哇，你看亲手做的哟，男生也很细腻呢，有没有？男生的心思也很细腻。这个是巧克力，巧克力球，还可以吧？嘟嘟嘟嘟，还有这个，这个也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太真实，也是我，像吗？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画的，这个像我今天的我吗？啊？我真是服了，心中有种挥之不去的感觉，真的是日了狗。洋洋是不是临时吃饱了？没有，我等。我来对比一下，我不信你们再对比一下。出卖了洋洋。像吗？直接不要走，不是。是这样。哎呀，怎么这个摄像头这么模糊？拜拜。我们哪去？赶快盘子来，就是这个不好。像哈是吧，一毛一样，谢谢谢谢各位贴心的水友，带来这么像我的一些东西。好，慢慢吃哦，等着盘子变光啊，变光了你们就可以走了。哎，不过我们今天就是租的一天的这个轰趴馆嘛，还不错，它还有很多玩的，还是一个性子。讲。吃喝就这么多，嗯，关键大家一块儿。你也不吃啊，小傅。来，我吃点，我吃点水果。你们吃主食。我减肥。大闸蟹怎么不吃啊？
我要来分发的。没有醋。我要来发大闸蟹。对，楠楠，一人发一个。什么？楠楠一人发一个。醋光浇出来。醋浆还有糖。黄肉糖就算了。里面有。哎，没事。里面有。我好像有。里面有，但就是不给你们。没有没有。我不饿，你们吃，多吃点，长身体。没事，什么意思？这心脏一片就是一个。我靠！啥？吓死我了！你刚刚发生什么了？是不是突然断了？吓死我了！不是没电，我按错了一个键，按到旁边那个侧面键了。有电呢，还有40%啊！蝴蝶结都歪了。不是不敢吃，他们说我不敢吃，楠楠喂我一个。什么不敢吃？我要给你们吃。谁不敢吃？他说我不敢吃自己做的菜，醉了。雷蒙，来这里，快点，这里，这不是我的吗？这不是你的。这里是。这没用过，没用过。没用过。你要吃的啥？青椒肉丝。那是你的吗？这个椒棒自己先炒一个的。嗯，不会加入的蛋清太嫩了，咸度刚刚好。吃吗？不吃了。他加蛋清，我不吃了，我很好养。嗯，我真没看。再来个番茄炒蛋。嗯，这个是真的好吃。番茄炒蛋是真的好嫩呐、啊！我的蛋。讲道理，这个东西再炖大概要半个小时。不愧是我用爱搅出来的蛋。那位北京的朋友，你小心点。不是北京，北京在转。认错了是吗？嗯，可以等会儿来给我煎一点那个鱼干吃一下。我知道他为什么说鱼干，这你的脸太圆像五环。来吃一口鱼干的。所以他说你是被第一口鱼干的字。喷了。天哪，这太鲜了吧！太鲜了，好吃的。把你吓到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不好意思，小姑。正在吃。真的好鲜！哇，怎么鱼干加一点酱油的味道这么好？是吧？原味嘛。原味，就是海鲜，就是要吃它的原味是最好的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哎呀，大闸蟹已经发完了，给他们炒蛋。对对对，给他们一人一个。都跑不掉。对对对，一人一个。还想不吃？怎么可能呢？你们嫌懒得包的话，楠帮你们包。哎，不可能的。帮你们挑蟹肉。你说我们是不是 sweet？ 青椒辣吗？这样讲，他现在坚持不辣椒。小卷儿。嗯，行。是不是你们发现这个摄像头跟之前不一样？哎，没想。这是用的对那个 S 八，然后就它会那个对焦什么有点模糊的感觉。你不是上班的。那其实还好。看起来我会变胖一点，发现没？因为这个手机它看起来我的脸会胖一点，就正好。之前的话会看起来很瘦。我本来就临时今天还说要去买一点蘑菇，来小鸡炖蘑菇。来北京的朋友。你们知道怎么包蟹吗？嗯。要不你直播一个。我给你包啊。你给我包啊。想被人肉的吧。想被人肉是不是？大例子呢？我劝你谨言慎行。嗯，好好吃饭。哇，大家其乐融融，吃的好开心啊！看来这顿饭非常的好吃，是吧？是吧，妹妹？好吃吗？姐姐做的饭好吃吗？是不是姐姐的爱心饭让你感觉要落泪了，非常的感动。你播的时候当心一点，都播到我脸上来了。真的呀？真的啊，我感觉到一滴水了。被楠楠溅到脸上又怎么样呢？啊，真的是，你应该感到很幸福。对对。真是的。你话挺多呀，我没说你话真呀。算了算了。真被我支配，他们没有被我支配，你看，说好的吃完还不吃完。哎，等你们吃完我才下播的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他这话说的有点问题。哎呀，累了。啊，你别删了，怎么二十三码？都吃完走不了了。梨子呢？不是，
他只不过就是放鱼了，晓得吧？鱼子呢？怎么回事？他不是要吃十个鸡翅吗？啊，有嘛？全上一碗面是吧？碗面。我操！我以为你的嘛。你的没，你的好拼。鸡翅瓜。答案是 C， 答案是 C， 好像有答案要出来了。我有亚多打的。注意一下答案。梨子呢？他怎么跑了？我弄醋。哦，这样。我以为真的是吓死人。没有，他去弄醋了。我做的太好吃了，他去弄调料去了。弄那个大闸蟹，就是你看在这儿，嗯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好高啊！这好吃是吧？这个大闸蟹，好吃吗？全部都是糖。过来，过来，赶紧吃饭。我吃去。嗯，我不吃，我吃。放糖应该有点过量，闻到了。我不吃，大家吃开心。没放糖，没放糖吗？就是那个。啊，他那个都处理糖有一点。他就是那个葱，葱了醋啊，蟹醋啊。啊，我感觉蟹醋有点蟹。那答案 C 答案出来了吗？那里有一个你的呀。哎，五点钟，我是几点钟开始过的呀？没事，这个以后，这个反正会有录像的。这算是之前补的补的一个那个直播间10000万关注。有钱用量。几天去拍一个。塞恩，塞恩。没有在答题，他们在答，他们在答，直播间在答题呀、啊。答对，答都答对了，答对了。我答对了。哎，你们在答题的时候一下，你们在答题的时候一下，你们在答题的时候一下卡住了，现在。都是吃的，都是吃的，都是吃的，都是吃的。就你吃饭的。我的喷雾那边。干吃粉。你要给我。现在不卡了，你们刚刚在答题，所以人太多，同时点那个它就会卡一点。现在彻底了，他打的肯定响。啊，你打？现在三延四。换筷子是吧？现在不卡了吧？他这个半圈一圈就是四分之一了。那个盖子给我行吗？哪个？对。一圈就是四分之一啊！我操。这茄子一切就是整的，整的。哪来的茄子？青椒，切就是整的。我不是不敢吃，我晚上回去还要唱歌呢。我吃了等会唱不出来怎么办？我是怕太好吃了，等会就不想动了。说好的光盘行动呢？好慢呐、啊，你们怎么飞行？战斗力不行啊！喜欢一个人吃十碗饭吧。我上次一个人吃了四碗，不是十碗。你不是一天没吃饭吗？我没说过。你刚说你两天没吃饭。哈哈哈哈哈！吃了一个锅。你跟我三四碗饭还吃？切枯水木木。你把鸡翅举着这么高干嘛？我们来合个照吧，来，你们做个姿势，看我这里。一、二、三。好了，可以，我把我的满汉全席拍下来了。我今天做的菜一个都没有失败，老天真眷顾我。没有，没有在你们面前丢脸吧？啊，我做的菜。回答一下呗。没有跟他们说，我在跟你们说。做的还可以吗？很好吃，可以。嗯，好。我说做的还可以吗？你们一起说，好吃。做的还可以吗？好吃。好好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这个也太真实了，妈的！应该剪，如果是录像的话，应该这个会把刚刚我说做的还可以，是那段剪掉，这样就可以做成一档那种很假惺惺的节目了。我感觉后果了。免费群演怎么办嘛？不是免费好不好？还给他们吃了鸡翅的，加了鸡翅的，我做的饭呢？我说我的手机怎么了？我装修我的手机怎么了？我把你吃了。哦，你的蓝牙耳机。我手机掉呀。弄过用过吗？我说这次等会儿回去直播的话，我还是就穿这个。楼下就穿厨娘的衣服嘛。有吗？楼在次啊。好吧，我就懒得换衣服了。
就节省了一天，不然的话第二天又要穿一身没穿过的衣服。喜欢我就是真的吗？你可以跟我说说意大利语，说不定我还听得懂。好啊，真的，好吧。我刚刚嗓子都有点哑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支持。啊，好，你对我真好。行，现在就等他们吃完了，然后他们应该就各回各家了，然后我们也是各回各家了。我已经做设计师了，你跟我说吃光光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啊，回去了，晚上还要直播。我到底看看大家怎么吃，大家都要走了。你吃了两。